各位观众、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伊娃计划生育回头看的第十期，我是这个栏目的主持人伊娃啊。那么今天呢，恰巧是情人节，现在呢，中国也过情人节了，几乎成了全世界的节日。那么我觉得情人节呢，是一个爱的节日，不仅仅限于夫妻啊，限于情人啊，限于恋人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节日。那么再过两天，又是我们中国人的春节，那么即将迎来了狗年。那么我今天呢也很应景的穿一件红色的中式的衣服啊。那么我在这里要向就是说电脑前的您或者拿着手机的您说一句情人节快乐，春节快乐。那么非常感谢在过去的一年有很多的观众陪伴我做大饥荒的节目，做计划生育的节目。那么就希望呢，在新的一年呢，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继续支持和捧场。现在呢，请导播把我们今天的嘉宾，著名的维权律师滕彪律师请进来好吗？滕彪您好。哎，伊万你好，大家好。那么首先祝您情人节愉快。那如果你已经给太太买花了呢，说明你是个好丈夫。如果没有买的话呢，那等一下一定要悄悄的去买一束花献给太太。那么太太在很长时间都会记得这么一天，因为对太太要永远像情人一样哦。那么也要给您和家人拜年，祝你新的一年呢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孩子们快快乐乐的成长。那我在这个跟谭彪先生请教他问题之前呢，我用两三分钟稍微讲一下，就是我跟谭彪的交往和在过去呢跟他探讨一些关于计划生育的问题啊。大概在3年前吧，就是很偶然的，我在哈佛就跟谭彪先生邂逅了。那个时间呢，我刚好对计划生育是特别的有兴趣，在网上看一些资料。也拜读了这个滕彪先生的很多的文章，就对很多事情吧，我有很多的问题，而且有很多的疑惑，我也需要找到一些答案。那么就随后呢，我就采访了滕彪先生。那我整理了一个采访的采访录，就是计划生育完全是错误的。那么观众如果有兴趣，可以在网上找到这篇采访录。那我在开讲之前开始探讨之前呢，我也想给滕彪先生和观众稍微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说计划生育回头看这个栏目的这种目的和方向哦。那首先呢，我得坦率地讲，我不是一个人口学家，也不是一个专门研究计划生育方面的专家。但是呢，因为我过去喜欢文学，随后呢，我触摸到历史。一方面，人家说历史是老年人的事业，我现在还没有老，但是呢，我是非常的喜欢历史。那我就觉得，49年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比如像土改呀、反右啊、大饥荒啊、文革呀，大家都过了很多的学者的这种记录研究，留下了很多宝贵的资料。我觉得那计划生育从特别是一胎化，从1979年到2015年执行了36年，的确需要更多的历史学家、更多的学者、更多的专业人士或者记者、作家。在这方面有很多很多的工作需要我们去做到，说真的还没有开始。那么第二个呢，作为我是一个母亲，我是一个女性，我是一个人，我觉得那么在计划生育中有很多的孩子，那么目前我们知道是数亿以亿计的小孩被强制堕胎，那么很多妇女在被结扎呀、强制引产中失去了生命，我就觉得作为生者对死者是有这种责任的，那么我觉得就要替他们说话。那我记得上次去年在纽约遇到滕彪先生的时候，滕彪先生说几本书根本就没有，就是说根本就不足以来记录计划生育中所发生的事情，那么需要上百本、上千本的来记录，那么需要更多的人参与到这种记录里面啊。当然就是作为这么一个栏目，可以说也是非常能量也是微乎其微的，我就是希望呢，在以后的节目里面能够请到更多的专家学者，就是说大家从
在以往的节目，比如说马健先生他是一个小说家，王鹏先生是一个艺术家，他们都是从这种人的感情，人的这种感觉来谈的。今天请滕彪先生呢，我们就是想从一个更为理智的，更为这种就是说从法律的方面谈计划生育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就是说这个节目呢能做多久我也不知道，做到什么程度我也不知道，但是呢我希望能够逐渐的成为一个计划生育研究方面的一个小小的文库吧。那么如果这样的文库多了，那么就可以汇聚的就更能够更全面一点啊。那滕彪先生呢，滕彪律师，我们现在这就开始第一个问题啊。那我今天的问的很多问题呢，大家可能听来都非常的就是说非常的初级，甚至可能觉得愚蠢，但是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任何问题是愚蠢的，因为我个人呢也需要一些常识性的很多东西我们都听过，但是或者说过或者挂在嘴头上，但是我们还没有一个特别确切的更专业性的概念。第一个呢我要请教滕彪先生的问题，就是说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呢，可能滕彪不知道有没有看到，就是网上现在已经打出了，就是说如果不反思计划生育，中国就没有未来。我记得滕彪先生就是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说杀害自己孩子的民族没有未来。那么我今天就稍微改了一下，或许有人就觉得有那么危险吗？有那么严重吗？是不是这么耸人听闻的？因为中国现在不是就要有物质了，有钱了，或者军事强了，就不是就挺好的吗？现在你看中国人走到哪里都那么不得了，大家只要有钱都很害怕。首先滕彪先生，您觉得我今天这个题目是不是很大？那反思计划生育和中国的未来又有些什么样的关系呢？谢谢您。好，对，首先我觉得你的这个想法这个计划很好，的确需要一个一个节目，一系列的节目，一系列的书，来记录计划生育当中的这些苦难，这些受难者，这些罪恶，那么你说不反思计划生育，就没有中国的未来，的确是这样啊。那我个人也不是一个人口学家，但是我从2005年。接触这个陈光诚事件、临沂计划生育的事件，做了很多调查，然后也阅读了很多相关的文章、一些学术著作啊，尤其是一些反计划生育的一些人口学家的著作，那么计划生育政策啊，这国策对中华民族、对于整个中国的这个巨大的伤害，实际上是影响极其深远的啊。那首先就是指出有一些人可能要犯的一个错误啊，就是觉得2016年开始计划生育在中国已经消失了，已经不存在了。那这显然是不对的啊。那只是在2016年放开了这个二胎啊，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这个二胎政策。原来在计划生育在国外，在这个学术界往往被称作这个就 one child policy， 就是一胎化政策。那这个基本上是这样，但是它也有一些例外啊，有一些条件下是能生二胎的，在2016年之前，比如说有一些省份规定这个第一胎是女孩的可以生第二胎，后来也有一些省份规定就是父母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啊也可以生二胎。另外就是一些少数民族，像和一些比较偏远的宁夏、青海等等，这些地方也没有实行严格的一胎化政策。但总体上这个大部分人口是受到这个一胎化政策的覆盖。那2016年之后，这个二胎化计划生育，它仍然是一个计划生育啊，只是恶劣程度差一点啊，但它仍然是由国家由一个政府，而且是一个专制政权来控制人的这个生育啊，来决定你能要几个孩子，那
说到对整个民族的这种巨大的伤害，它实际上是多方面的，我们后面也会详细的探讨。那简单的来说，第一就是这种非常非常就是愚蠢的人口政策，它是反市场的，是反这个整个的这个生育规律那它造成了。就是老龄化造成了这个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调。那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调，它同时也会造成这个拐卖儿童、性犯罪等等一些严重的问题。同时呢，这个一胎化政策它也造成了这个独生子女一系列的问题，从这个教育，从这个心理，从这个与父母的这个关系等等，就是非常多的问题又因为中国它的这个户籍制度和现在这种经济发展阶段那大量的。数以千万、数以亿计的孩子，不能跟父母聚在，就是，聚在一起，生活在一起，然后要由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带，那也导致了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就是心理问题和一些社会问题，那还有比如说这个。独生子女他就是很容易被这个娇生惯养，然后这个就是在这个教育过程当中，就是他的这种一方面容易受到溺爱，另一方面他自身经历的这种孤独，没有兄弟姐妹在甚至再往后一些他也没有姑这个叔叔大爷姨什么舅都没有，那就是对于人的这个健康成长，影响也是很坏的，那我更关注的就是从我的这个自身专业领域更关注的是人权角度那人的这个基本的生育权利被长时间的超过30多年的被粗暴的剥夺。这个也导致了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后面也会重点谈这方面，就是除了每年有1300多万的这种被强制堕胎之外，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其他的附带的问题，包括强制绝育包括这个就是溺婴包括这个孩子甚至在计划生育过程当中有更野蛮，除了大月份8个月、9个月被强制堕胎弄死，还有孩子已经生出来了，就是还是活的，还被计划生育干部弄死，这种事情也是经常能够碰到，所以从这些个角度来说这个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带来了全面的灾难，而且这种灾难还会持续很久，甚至我觉得100年都不够来消除这种计划生育的负面的这种后果。从经济方面、政治方面、人权方面、教育和这种心理健康等等，这个社会犯罪，所有的这些方面，都看不到它有什么好的这个效果，全是负面的坏的效果。好的，陈彪先生，就说如您上面所说，我其实最近也是思考了很多问题。我觉得计划生育呢，不光是说不让妇女生孩子那么简单，或者控制人口那么简单，它几乎就像这种现在中国的这种环境，等那个毒素到地里的时候，那么生产出来的庄稼它也是有毒的。那么就是说，计划生育呢，也是渗透在中国的社会各个层面，几乎没有一个人或者每一个层面能够逃脱的。那么你
上面提到人权的问题，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没有一个人，包括家长、包括学校、包括老师，我们没有上过一堂课告诉我们什么是人权。那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经常听到的就是说，你们要当然爱党、爱国、爱国家哦，爱社会主义，就告诉我们要听老师的话，要听家长的话，要听党的话，就是总是有人要求我们要必须听从什么做什么，但是从来没有人，没有一个人告诉过我吧，我起码我是本人，没有告诉过我作为一个人你拥有什么样的权利。那么我今天呢就想请滕彪律师给我们讲一些特别简单的，可能大家觉得有些人可能觉得说伊娃你这个提问太没水平了，但是没有关系，我不怕别人耻笑，说请您给我们讲讲到底是什么是人权。我记得我回到老家的时候，有个警察说我们中国的人权比你们美国的好。那有时候农村那些农民他文化程度不高，他也知道人权这个词，他就说哦，这就是你们外国人讲的所谓人权。但是请滕彪先生想一下，到底什么是人权，人权包括哪一些权利，人权有没有说美国的人权、中国的人权，人权有没有国籍之分，请您谈一谈。对，那人权从这个词的这个字面意思来看，它就是人享有的这个权利啊，每一个人无论是种族、民族、国家、年龄、性别等都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所以它是这种普世性的这个是这个与生俱来的。那我们这里也没必要去引经据典的各种理论家各种这个历史源流，我们从就是法律这个层面来看，人权包括什么？那一个呢，就是从这个国际人权条约啊，从这个比如说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这个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公约等等。那中国政府它是这个签署批准了这个经济文化权利公约，但是对于这个更重要的、更基础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它是这个签署了，但是一直都没有批准，在就是98年就签署了，但是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被批准，实际上它就是不准备批准啊，那签署也是做一个样子给国际社会看。另外呢就是中国宪法啊，虽然中国是一个专制独裁国家，一个一党制国家，但是它为了这个欺骗国际社会、国内民众，为了这个表明它有合法性，所以在宪法的这个第二章整整一章，它也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那这些东西归纳起来就是包括。公民的这个选举权，言论、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权利，包括宗教信仰的权利，包括受教育的权利，包括这个迁徙的权利，包括就是不受就是当然跟我们这有关就是生命权和健康权利啊，那生育权也当然是这个就是。最基本人权的一部分啊，人对自己这种身体不受侵害的权利，那还有一些这个涉及到工作权利、劳动权利等等，那这些都是公民的基本人权。那这里边还可以说一点，就是有一些权利它是。按照国际法律体系，有一些权利它是不能够被克减的，就是权利也有重要跟这个次重要之分啊，比如说这个不受酷刑的权利这种生命的权利，那你不能够因为各种理由啊去对他进行这个剥夺限制，那这是就是不可克减的基本人权。那有一些
它是在一定的这个，比如说公民的隐私权利，这种劳动权利，那在一定的经济社会政治条件下，比如甚至比如说这个跟国家安全跟其他的公民更基本的权利发生冲突的时候，那可以对他们做出一些限制，那这些这都是就是人权所包括的一个基本的范围。另外呢一点就是，很多人觉得人权只是一些抽象的概念，在宪法里边，或者是在这个几百年前的这个卢梭呀、孟德斯鸠啊这些人的这个著作里边，或者在一些宣誓性的这个人权条约、人权宣言呢、啊，在这些文件里边，实际上这也是不对的。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讲人权从理念到制度，它原来只是一些。思想家的理念，但是这不意味着在那之前没有人权这个东西。另外呢，就是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尤其是过去六七十年的这个发展，人权它已经迅速的成为法律制度，包括比如说这个法律文件，包括法院，包括一些执法系统，包括非常详细的这个法院的这个判决和一些对人权的一些基本规则，它是由这些制度。已经形成了制度，不仅仅是局限在理论和宣言层面。好的，谢谢陈彪律师啊。那么我们今天的谈的主题呢，是一个计划生育的话题。不过在就是说以往就包括我自己觉得，哎，我到年龄了，我结婚了，那我又想生个孩子，我就生了，就没有考虑过什么权利不权利的问题啊。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从法律层面上来讲。一个人他不论是男人也好，男性也好，女性也好，他拥有什么样的，就是说是天赋人权，他拥有什么样的生育权，就是这个他个人所拥有的权利。从计划生育这个角度，就是规定一个人什么，就是他能够生几个孩子，这是非常荒唐的，就是法律是不应该去管这些事情的。就是说对于一个政府来说，他有责任去保护公民的这个生命权、生育权，提供一定的这个保障啊，提供一定的这种健康服务，但是他不能反过来去剥夺公民的这个生命，去限制公民的这个生育。那一个人和谁结婚，什么时候生孩子要不要生孩子，生多少个孩子，是一个还是两个还是五个，这完全是公民个人的自由，这法律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理由去干涉的。好的。那么就是说中国这个数千年来呢，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农耕的国家。那当然不是说毛泽东时代是最糟糕的，那秦始皇时代呀，那也是真的是民不聊生，修筑长城啊，修筑那些兵马俑啊，那也是可以说多少人葬身于，就是说孟姜女哭长城呢，是真的是用白骨那个垒起来的长城啊。那在这个中国这个历史上呢，有这个强加赋税啊，让农民要征这样的租子呀、啊、那样的，有拉壮丁的，也有就是说拿着鞭子。就是奴隶社会拿着鞭子是逼迫这些人去做各种的苦役哦，但是计划生育可以说是古今中外，这个历史上也没有，国外也没有的这么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哦，那也可以说是开天辟地吧。那么就说这个东西它出台的时候有没有一个程序，或者有没有什么样的程序啊、步骤啊？那计划生育的出台合法吗？就是按照中国的法律它合法吗？对，首先共产党在49年建立这个体制，实际上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坏的一种集权体制啊，那这个甚至超过秦始皇的那种那个邪恶程度。关于这个计划生育，目前中国仍然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实行强制计划生育的国家。另外，我这里顺便说一句，就是这个
计划生育，无论是从中文名还是英文，这个 family planning， 它都听起来太柔和了，太这个就是太这个不痛不痒了啊。但实际上，因为就是夫妻啊，他们有计划的进行生育，这是很正常、很自然的事情。但是我们说到中国的计划生育，那的确是血淋淋的。这个爱华，这个伊娃应该比很多人都更有切身体验。那这个就是各种死亡、流血这种一生的痛苦，这是太多太多了啊！这几乎每一个中国人，或者自己，或者他的家庭、亲戚、朋友都受到过这种计划生育的伤害，从世界范围内，在我的印象中，还有一个这个暴君，实行计划生育啊，就是罗马尼亚啊共产党时期的这个齐奥塞斯库，我不知道我们那次对话有没有谈过，简单，但是他那个不是强制堕胎，强制绝育啊，而是就是强制人要生孩子，多生孩子，那就是不能不能堕胎啊等等，那这个也是那，但是那个第一它持续时间很短啊，大概只有这个不到两年的时间。第二呢，它跟中国的这个无论从范围还是从性质上，它的这个伤害，它的这种恶性也是无法同日而语的。那说到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正式的就是从80年开始，但实际上73年就已经有啊，我看一眼，这个名字啊，73年就有了全国第一次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啊，然后到了78年啊，又有一些会议、一些报告，然后就是开始提倡一胎化，所以甚至更早，共产党有这个想法，从54年开始就有啊，就算正式开始这种一胎化的计划生育，80年啊，那他原来。内部计划说是这个25年要搞25年，但实际上到2016年才结束，�搞了这个36年，那这么影响巨大的一个政策后来形成法律，他是没有跟什么学者跟民众来商量的，他这个拍拍脑袋，他觉得中国人太多了，他就要搞计划生育，然后搞这种强制性的这种减控制人口，那中国他是一个一党制专制国家，他就没有这样一个民主讨论民主立法的程序，那共产党他说什么就是什么，那这个甚至不是共产党这个几千万党员，而也不是高层，甚至某一个独裁者，他说要搞什么他就搞啊，原来毛泽东，后来邓小平，他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人独裁啊，那再后来变成了这个政治局常委啊，就是几个人掌握几乎所有的权利，所以是没有什么民主讨论跟这种科学的这个立法程序的。对，我记得呢，在大跃进的时候，这个著名的科学家叫，突然想不起名字来了，叫钱学森吧，他就跟毛泽东说，他说只要我们把光学用得好，那么亩产超过这个万斤。二十倍的话就好几万斤是有可能的。那么在计划生育中呢，我前一段时间收集资料，有一个叫导，他是学什么的？这个孙健是学什么的？孙健是学火箭的还是什么的？他也是这个中央领导呢，就说那你去给我们研究研究，算一算这个人口问题吧。结果这个卫星的
这个科学家就算出来呢，说哎呀，那你如果不要计划生育，将来中国人口在未来几十年呢就会有40亿了。所以中央领导人脑袋一拍就说不行，那就从此以后就是要，反正就说几个领导人一合计，特别是陈云吧，说我宁可让后代骂我，也只能说每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就是中这个领导人的意志呢就是必须一层层的强加下去。那么大饥荒呢就导致中国在5年之内死了3600万人口，那么就是在当时的话就6亿人口的时候就死了6%左右。那么就是说计划生育呢36年来大家现在可以找到的数据是堕胎就有4亿，这个数字你如果4亿写的话2秒钟就写出来了。问题是他从每一个妇女腹中把孩子不论是2个月也好3个月也好7个月8个月也好，把他从妇女的腹中用各种的药物也好刀剪也好弄出来的话，那妇女就是所深受的那种残酷的那种那个，就是说真的是可能作为一个男性或者作为就是说作为不经历的人可能很难体会到一个母亲跟让把自己孩子杀死的那种，真的是惨无人道，真的是惨无人道。但是就是在整个计划生育的这个过程中，妇女的就不论男性也好，不受害的不光是妇女，那么不论是男性也好女性也好，他整个的这种生殖系统就是让国家来统一的规划统一的使用统一的约束，那让你结扎就必须结扎，像男性有的让你要去做结扎手术绝育手术你也必须做，就是说从法律的意义上来讲，国家有没有权利使用作为国家出面使用妇女的子宫，现在又是说是哦，你可以生二胎了，就是国家可以这样对待妇女，可以这样使用妇女的子宫吗？说哦，那我们现在因为人老龄化了，那你们就生吧，就说请您讲一讲这方面的问题，就国家跟一个个体一个女性的子宫一个个体的这种关系。对，就是就是一个政府啊，它的这个存在是为了保护人的生命自由和基本人权否则的话他如果有其他的这个目的，他就是从现在的眼光看来他就没有这个合法性。那就是对于人的这种生育这样一个领域这个政府他是没有什么理由没有什么依据去管理的这完全是个人的私事。那就是如果一个政权他去他把手伸向人的这种生育，伸向人的这个生殖系统，那这个政权是无比邪恶的在历史上也见不到那这个就是和这个当时的这种交通科技这管理体系也是有关系的，就是说哪怕一个过去的一个皇帝一个暴君他想要做到这一点也是很难执行下去的。所以在中国这样一个集权体，这个就是不是集中的集，而是这个极端的集，就是全面统治全权控制，那在只有在这样一个一种政权形式下才会出现对人的这种生育系统的干涉和这种粗暴的伤害那在这个和一般的这种威权主义国家是不一样的。那威权国家他们也有这种政治上的这种控制不允许反对党存在等等言论自由方面也受到限制但是不像这个集权国家，它能够管到人的这种私人领域、私人生活，包括生育、包括教育、包括宗教信仰、包括家庭生活甚至包括这个思想，在毛的这种最疯狂的时代这个灵魂深处闹革命，人的思想、人的灵魂、精神信仰都要被中共所干涉、所控制。
好的。那么，就是说，因为我的孩子呢是在美国出生的，那我刚好怀孕了，那我就体检了，然后就孩子很顺利的就出生了，从来没有经历过要去申请啊或者等等等等的手续。那么我就回想起来，在八几年的时候，我有一位女朋友，她怀孕了，怀孕了以后，那是新婚不久嘛。他说：“哎呀，那我要去申请总身证。”他说他跟单位上的人呢关系比较好，人家给他留了一个名额，就说他这个孩子的出生呢是需要总身证的。那么就是当时我也没有这么多年，其实我没有多想计划生育的问题，而且我就觉得我又不生孩子，跟我也没有关系。我觉得既然是国策嘛，那就遵守就好了。的确呢，这么三十多年来啊，很多很多人都是真的就是乖乖的遵守这个国策就好了。那么因为我这几年呢研究计划生育，我就知道很多的孩子就像你前面所说的已经都到大月份了，被强制的引产，有时候生下来还是活的，有的孩子就是完全顺顺利利的生下来，就是因为他的父母拿不出这么一张小小的纸片，一张总身证。那么其中我在书中说了一个案例哦，那个孩子男孩子生下来以后没有总身证，医生呢就不给他吸取口中的粘液，这个是有手术记录的，然后就孩子十多分钟就窒息而死。那么这个妇女以后就再也不能够怀孕，等她发现这个手术记录里面有这个的时候去找当事人，当事人都装糊涂，都当然这是宁波的一个案例。那么我们现在就要请教滕彪一个律师一个问题，就是说从法律的角度，一个生命，一个胎儿，一个婴儿，他的出生，他从母亲的身体里诞生出来的话，来到这个世界上，需要不需要一个国家一个部门或者需要谁盖章说哦你可以总生了，就从法律的角度，一个生命的出生需要不需要谁来批准他，就请您谈谈这个问题。对，就刚才我们也说到，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它是对这些方面是完全不能够立法，不能够去干涉的。那女人怀了孕生了孩子，就是这个完全不需要什么准生证什么什么什么条件啊，那就是而且这就是这个跟政府没有任何关系。另外呢一点就是法律上也并没有这个就是强制堕胎这种规定，说你如果没有准生证或者说你超生就要这个进行强制堕胎，法律上并没有这种规定，只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专制体系下，它离法治国家还有很远很远的距离，在各地这个执行的时候，强制堕胎，强制结扎是大量的存在，甚至像刚才说到这种情况，这个已经生出来的这种活的胎儿，活的这种婴儿还被这个弄死，那这就是故意伤人罪，按照中国的这个刑法体系，这也是就是故意伤人，没有任何疑问。那这种就是准生证这种东西，实际上是太荒唐透顶了。对，我也觉得一个孩子，有的小孩都已经要生了，说因为没有准生证。我前天看了一个案例还更荒唐，那些接生委的就埋伏在这个妇女去生产的这个路上，因为这个妇女在路上要去生产了。那么他们就说你现在给我交6000块钱你就去生，结果搞得这个妇女也死了，孩子好像也有疾病了，就说类似于的悲剧呢真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啊。那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过去你看这个一胎化从1979年呢，在过去的十几年或者二十几年，我们听闻的这种消息就比较少，那个时候呢好比说手机也没有这个网络呢也不发达，可能乡下的人呢还不知道怎么上网，当然我们现在就是也看到了更多的案例，就请滕彪律师谈一下在计划生育中这个城乡之间的差别，为什么大多数的强制堕胎会发生在农村，让人感觉到好像城市是不是稍微好一点，就是城乡的这种区别，请您谈一下。
各地首先就是各省各地它有一些不太一样的规定啊，虽然绝大多数地方是规定这个一胎化，但是也有地方在一定条件下它允许生二胎，的确在农村的这种野蛮计划生育比城里更多一些，但是第一。并不意味着城里就没有啊，在大城市这个一线、二线、三线城市都有大量的这种案例。那在这个临沂，计划生育，临沂也是一个就是中等的这个城市，也是人口非常非常人口非常多的这个超过1000万的城市。那在那也存在大量的这种就是强制堕胎导致人死亡的有大量的案例。前不久还接触一个郑州的这个案例，也是就是。就是城市这个他因为要在美国寻求这个政治避难，然后这个政府的律师就认为中国的这个城市里面不像农村那样那么野蛮，所以就是有点怀疑，但实际上这个城市啊一样是存在野蛮计划生育的，那第二点呢就是看起来城市里边。这种强制堕胎这种野蛮计生的现象，比农村要少一些，但并不意味着它更人道啊。那有一些是看不见的这种残酷这种痛苦，比如说这个在政府部门在国家国有企业。在这种事业部门啊工作的，再比如说你是一个老师或者一个在机关或者是大型企业工作的一个人，那一旦要有超生违背计划生育的现象，就可能被开除。那他一旦被开除，他这个全家的这个生活都马上面临巨大的困难。那在这种这个非常巨大的这个压力之下，很多人就不敢。他如果他完全没有想到要生第二胎，是完全不敢。那一旦意外怀孕了，那她就是没有任何选择，只能是这个主动去做流产，做这个堕胎。那这种，它虽然不叫这个强制堕胎，我没有看到这种计生干部的这种野蛮的强行把人摁在床上去堕胎，但是它跟强制堕胎也是。这个也只有一步之遥，那这完全不是自愿的。如果没有这种野蛮的政策，这种野蛮的这种实践，那这些人他是完全可以，完全应该生一个孩子。他们很多人是喜欢多要一些孩子，那但是要就是只能这个自愿打引号的这种自愿去堕胎。对，就是说在城市呢，因为大家好像夫妻两个都有工作，所以就是说，像我那时候周围的女性啊，几乎每一个人都去小产过。所谓小产就是流产，大家因为这个政策的这种强压，就几乎就是你不敢有任何其他想法，不敢说我真的是偷偷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呀，或者我不要工作呀，那没有饭碗了，父母的生存就基本生存都。要被剥夺了，就是说那个流产的量，就是说那个是，我是没有做过统计，就他们也是被一种那种无形的压力，你要是再生第二胎，那简直就像是去抢人，就像是杀人放火那么大的罪一样，几乎没有，反正在我认识的人，几乎没有人胆敢生第二胎。那农村呢，因为是很农村，他需要一个儿子，好，比如说养老啊、耕种啊等等等等，所以很多的人。就是因为多生了一个孩子，或者生了两个孩子，那真是导致家破人亡。有偷着生的呀，跑着生的，躲着生的被扒房的，那就在我们的以后节目呢，还会谈这个问题哦。
那一胎化呢政策执行了36年，有一本书可能大家都非常熟悉，就是人口学家易富贤先生所写的《大国空巢》。那么易富贤呢一直是反对计划生育政策的，他就说计划生育呢是无功于当代，因为当时的口号说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嘛。那么易富贤先生就说是无功于当代，有害于千秋，那么几乎就是一棒子把这个计划生育打死了，就是一无是处。那么我们就是说希望我们能够比较冷静的客观的来谈论这个问题哦。有时候我尽管有点激动哦，就是说那滕彪律师我想请教，那你觉得计划生育难道没有一点点这个益处吗？那有的人会说，那中国每个人都会说中国人口是多呀，每个人都会说包括计划生育受害者家庭，我们家的邻居被罚了3万块，因为他超生，他说首先是我们错了，那我们就心甘情愿的被罚款哦。那就说请您讲讲计划生育有没有益处，或者说从另一个角度它给中国社会到底带来了哪一些方面的影响，你前面已经谈过一下，麻烦你再补充一下好吗？谢谢。嗯，好，嗯，刚才说到这个中国每年就是流产的数字，据统计每年全国流产的数字大概是1300万啊，那这是一个极其惊人的数字，1300万流产。那我觉得这强就是完全自愿的，不受就是假如不考虑计划生育政策的话，就完全自愿不想生的，我觉得是少数，是极少数，绝大多数都是这个强制堕胎和这种刚才说到这种。没有办法啊，这个一旦生了孩子就要被开除、被处分，等等啊，都是这种情况。那我也是是一个学者，一个律师，我也想尽量的去客观的多方面的去看问题啊。那一般的很多这种社会现象，很多问题都是能够找到它的这个好处、坏处，它的这个一些功能啊等等。但是计划生育这个政策，我实在是想不到什么东西是它的好处啊。就是这里边就是有很多我读这个像易富贤啊，像何亚福啊他们的一些书，他们在里边像对很多观点都有比较精彩的驳斥。那一个呢就是人口太多啊，那中国人口太多，这是一个就是想当然的说法。那如果按照这个，因为人口是跟国土面积有关的，那按照这个，它应该比较的是有这个人口密度。那中国的人口密度比韩国、比日本、新加坡等等要差得太远，他们都是几十倍、几百倍于中国。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虽然中国是人口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但是它这个从人口密度上来说，它它并不是就是特别的密，而且就是也这个其实人口并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这完全是一个这个市场的选择，一个自然的这个选择。如果就是有的人他如就是人是理性的，他要为自己去做决策，他觉得这个养不起太多孩子，他自然就不会生太多孩子。那他只要生了孩子，他选择生孩子或者不生孩子或者生很多孩子都是有他自己的理由的，那这个自然市场都会这个调节。另外呢就是人啊，说中国养不活更多的人口啊，甚至中国共产党更无耻，他说我们养活了多少多少亿人啊，这是非常无耻的，我们并不是被共产党养活的，我们养活了政府，我们养活了这样一个在民主国家都是有这种纳税人意识，我们交税才有政府，是我们养活了政府。那在中国我们交了大量的税，但却养的是这样一个侵犯人权的一个专制政府。所以他养就是说人口太多，然后这个压力太大，那在背后有一个潜台词，就是人是一个就是给地球给社会
带来负担的一个东西，那这是对人的一个非常大的贬低，因为人虽然这个人不像别的动物，就是他的这个童年期生长期特别长啊，很多动物这一生下来就能走就能跑，那人这个就是它的特殊就在于这个就是生长期特别长但是如果仅仅把人当作是吃饭的，给社会带来负担，给家庭带来负担的，那这就是这个大错特错了，因为人他同时又是这个创造者，人发明了各种新的东西这个各种科学技术创造思想，创造财富等等，这都是这些财富，都是这些精神财富、物质财富，都是人创造的。那一个人他创造财富可以甚至可以养活很多很多其他的人。退一万步说，就算人生下来是就是没有劳动能力或者残疾怎么样，那这也是他也有他的这个尊严，有他的这个权利，那父母对也是爱他，也那就是把人当作对社会的负担，这是一个很反动的这个想法。对，就说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哦，真的我们一期节目里面呢确实是谈不完的哦。但是我又想一想，我是家里的长女，我下面有几个妹妹，我就想如果我的父母亲只有我一个人的话，我怎么可以远走异国他乡，怎么可以安安稳稳的在这里生活呀，养孩子啊，学习啊，等等等等的。那么幸亏呢，我还有妹妹们可以照顾我的母亲，照顾我的家人，就是说这如果当时计划生育的话啊，这当然是一个小小的与个人的利益有关的事情。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基本上要到这里了。那在计划生育的国策下，那发生过的悲剧啊，在以后的节目里，我们还会一个孩子呢可以被光明正大的理直气壮的杀死，一个妇女呢可以像在村子里随便任何时间，半夜三更也好，早晨也好，来几个计生干部就可以像捆那个牲畜一样的拉到计生站，或者结扎，或者是引产，就是说是整个这个过程中就是没有文明，没有敬畏，那也更谈不上这种爱和这种天理人伦哦。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谈的话题是不反思计划生育中国就没有未来。那么就是说有很多很多的这种计划生育所导致的结果，比如像强制堕胎呀，比如现在有数百万的失独家庭，那男女比例问题，将来中国人很多人真的是说个难听话，真的是要断子绝孙了。那么还有上千万的黑人黑户，对这些孩子，我看小孩只有七八岁，拿一个说我要上学，政府给我户口，我觉得一个孩子他从小就要受到这种社会的歧视，这种心理的这种阴影，不把他这个社会跟国家首先不把他当成一个人看待，不把他当成一个这个国家的孩子来看待，就是很多很多问题哦，都要需要我们的这种进一步的讨论和反思。那么今天非常的感谢滕彪律师，就是说给我们讲一些常识性的话题，大的话题。那么滕彪律师呢，曾经于2005年和他的好朋友郭玉闪、涂碧生呢，到临沂、到陈光诚的家乡呢，去调查当地的这种暴力的计划生育的情况。后来呢，他就写成了《临沂计划生育调查手记》哦。可以说，这种调查的手记和这种纪实性的文字，在整个计划生育中哦，这种的资料是特别珍贵，也是特别少的。那么在下期节目呢，我会请滕彪律师讲一下他上次去的这种情况，或者多给我们举一些案例。那么在以后的节目呢，也希望能够滕彪先律师呢能够多上几次节目，多跟我们讲一讲他怎么看待计划生育，或者从法律的角度来更剖析的能够细致一点。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感谢滕彪律师，感谢我们的导播，感谢观众。滕彪再见。好，再见，谢谢。再见，非常感谢。